等一下，你不要撕掉哦。我旁边开门，你放下来哦。我只是在这边坐一下子，马上就走了。我停在里面了，我又没妨碍交通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不需要再跟你多讲。你门要不要关起来？我要重新贴封条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放下来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开红灯，你去开啦。快点走了，好快，快点。你要干什么？叫警察来了！叫警察！叫总统来了！还有谁干的？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